Hello，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肉姐的美食频道。今天我又吃了这个炖排骨，因为上次看不少小伙伴都说排骨里边放粉条更香，所以今天我又重新做了这个排骨，里边放了粉条，然后还有鸡丝干豆腐，还有一些香菇，准备开动。这个是一个炒的一个虾尾，是我用辣酱炒的。估计今天的视频时长会很长，因为光扒这玩意就得扒老半天了。我先来个粉条吧。哇，太香了！我这个粉条都让排骨给压住了，所以说我觉得我应该先吃一个排骨。哇，好烫啊！这次为了这个粉条，我这个排骨就没炖那么久，要不然怕粉条时间长了该能退了，就是说大劲儿的意思。嗯，出来了，只要一条排骨就可以搞定。哎呀，打脸打脸。哎，来个大活。哎呀，哎呀，哇哇哇哇哇哇！我今天做这粉儿是我们东北这边的，就是粉条子。再来块肉。嗯，太香了。我的酥鸡豆腐呢？现在就一个干豆腐，这是我卷的干豆腐卷儿。
酥鸡干豆腐好像丢了，先吃它了。这个干豆腐跟排骨一起炖，可香可香的了，特别吸排骨那个汤汁儿。你们这么做过吗？妈，哇，太优秀了！嗯，香香香。嗯，香菇。香菇，果然还是香菇，太有个性了。嗯，谁也不能左右他的人生。我平时很少喝白酒，就老爹愿意喝着。哎，对，我这个这不喝，给老爹留一点。对，给老爹。嗯，这还有呢。喝完白酒换啤酒，把酒倒满。嗯，把这个干了吧。干杯。发脾气了。预报。
Oh my god！ 来一个下酒小神器，虾尾。这个基本就是叼住它那个尾部，往出一薅，它就出来了。嗯，这玩意真是，怪不得老弟爱吃这玩意儿呢。煎的粉条不是很多，哇，全煎到排骨上
鸭尾饭。哎我的妈，整这玩意儿扒了半天，我可不整了。果然没有浪费我的时间。哎呀，我的妈，这太不好吃了。哎，玫瑰姐，哎，我锅里那个酥鸡豆咋没了呢？我吃了，我吃了，我吃了。我说找半天咋没找着呢？啊，我吃了。哼。